这里是码头，可以去 Santa Cruz。 这是卖票的地方，我可以去的地方。 Isabela, Santa Cruz.
海西。这是检票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形图。加拉巴戈斯火山。
这个小镇的话应该就我估计就一两千人，这个应该已经是逛完了，后面就是全部都是住宅区那个小区了。